浪漫玩出火。据钱江晚报6月22号报道，浙江省湖州市的张某想爱心蜡烛表白，却不幸把酒店烧着了。事发5月31号，正值张某和女友认识1周年纪念日，为了向女友表达爱意，张某在一酒店房间内点燃8根蜡烛，并摆成爱心的形状，想给女友一个惊喜。随后，张某在蜡烛还在燃烧的状态下离开房间，出去接女友。蜡烛引燃周围可燃物，引发火灾。经消防1个多小时的扑救，火势被扑灭。据现场消防员介绍，房间里烧的几乎面目全非。据当地媒体消息，湖州市南浔区公安对张某的行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，接下来张某还要对酒店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。蜡烛表白导致火灾并不是第一次发生。2017年8月28号，四川自贡的李某在一草坪处将蜡烛摆成心形并点燃，为女友准备求婚仪式。仪式过后，两人离开，却未将蜡烛熄灭，随后引发火灾。所幸经处置后，火情得到控制。动新闻君觉得呀，生活需要仪式感，情侣间浪漫是好事，但要注意方式方法，不然惊喜变成惊吓，就得不偿失了。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。